去，大猫出去，出去，牛牛出去。谁在挠门？是谁？哦，你在挠门呀？快点，快点，小胖，小胖，小胖不吃，小胖走了。那你自己吃了。谁在门口？是谁？要进来吗？乐不能这样的。哎，毛毛不能进来，毛毛。嗯，他不进来了，他不进来了。等你好了再吃，毛毛。真乖。那小宝进来了，小宝。刚才我叫你半天，小宝。哎。等肚肚好了再吃。这个小家伙。这是一个很有戏的门缝。好了好了，都出去，通通走。这个小吃货吃完了自己的还要吃舅舅的。好了，等一下，还没有盛出来呢，怎么吃？怎么吃？等一会儿啊，啊，马上好，马上好。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。妈，你的尾巴都给妞妞带来一个大围脖，嘴好碎呀你。谁的嘴最碎？哪儿都油腻，快速的抢了一颗就泡了。小宝是一吃东西眼睛就会有流眼泪，跟他妈妈一模一样，激动了也会流眼泪，吃东西也会流眼泪。他是想玩，他已经不想吃了。他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走了。乐啊乐啊，已经被他撕破了一包，这个坏蛋。他最会偷吃了，下去再给，先下去。这两个小皮货不知道又在打什么主意。就是在一起合伙捣蛋。小宝上不去，急死了。妞妞的腿比小宝的长，所以妞妞能跳上来，小宝跳不上来。小宝都打嗝了，吃到。小宝吃饱了。你都吃了好几倍了。你看你的肚子。乐乐都看呆了，看他吃了这么多东西。谁呀？谁要破产？吃完了，走了。